写出的答案，提醒他今天做的事，用我写的词在最好的地图，别再想了，但让忘记根本就有根据，别对人家那么说的抓不住的感觉，一切的准备都完美无缺，那个瞬间有点特别好的路，哎呦喂呀，这点里面有深度，这几点到结果自己就会死去，一定要听我的声音，如果真的有点心碎，就算写的慢，如果这次跟你我梦也敢辗转，一定记住你什么话语，全都是心中的话语。哎呦，偶尔半夜听心碎，才知道我的泪怎么流呢？我看着眼中的烟花，写在他的脑后，多少男孩长了多久，如今还找不到他。越想问你，越想拥抱你，却找不到他。多情的他，你能拥抱我吗？时刻不要解散。